不用不用不用。咱俩没干什么，你怎么能耍流氓呢？你想吃就直说嘛，偷东西可是要报官的。对，报官的，我们不吃了，什么破店嘛！抓起来了吗？说了免费的，又不让我们拿。走走走走走。这种爱占便宜之人就得收拾。姑娘聪慧正直，佩服佩服佩服。淡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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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